气运丹田，双手抱头，猛力上跳，迅速下蹲。这是心法，然后口诀是：大爷饶命啊！小的不敢了。我受够了！好你个王五，我就知道，从一开始你千方百计想夺走小云古剑，就是为了阻止我通关。后来偷了掌门金银来栽赃给我，你为了让掌门给你免去负债，才勉强受我委托两年了。除了让我泡澡还是泡澡，压根就没有教会过我任何武功。三长老说的果然没错，你品行不端，玩忽职守，沉迷酒醉，简直就是临前之耻。夸人还夸得头头是道呢，还有十天，够你写封遗书。总算说出你的心里话了，对吧？你巴不得刘立仙逼我把我打死，这样你就能永远摆脱我这个累赘了，对不对？不对。什么？我本来打算先耍够了再甩掉你，